材料清单：土豆2个，可乐300毫升，酱油5汤匙，料酒1汤匙，蒜瓣3瓣，盐适当。土豆取皮切块，洗净，准备好锅。锅中倒水，把土豆下锅中火煮一煮，稍微软一点捞出，用凉水冲洗干净，把水分控干。锅中倒油，比平时稍微多一些，下土豆煎炸至金黄，捞出蒜芥末。锅中倒油，放蒜炒出香味，再放土豆，放适当盐，快速翻炒，倒入可乐4-5汤匙酱油，1汤匙料酒，大火煮3-5分钟左右，待汤汁变浓稠，关火，撒些芝麻装盘即可。小贴士：煮好了的土豆用凉水冲洗一下，然后控水分，不然到锅里煎炸的时候，油溅得到处都是，弄到身上可是会疼呆。等于可乐我倒了不到一罐，差不多300毫升，因为我用了2个土豆。土豆多的话，买瓶装的可乐，倒多少看你自己喜欢吃汤汁多少而定。